我是包会计。好，Hello， 晚上好，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感恩今天是神的恩典，能够与大家来思考人的宝库跟神的宝库。就是诗篇121篇第一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诗篇121篇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百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说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这段时间仰望交给上帝。天父，是你的恩典让孩子今天晚上站在这里来传讲主你的话。主啊，让孩子借着诗篇121篇，主啊，来思考人的宝库与神的宝库的分别。主的恩膏孩子的口，特别是孩子的咳嗽，奉主的名来完完全全的医治。主啊，让孩子今天所传讲的信息，每一句都是出自于主你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主，让你的话语能成为在座弟兄姐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赐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7月8日2022年有一件这个震惊全球的新闻，当时我早上就看到这个新闻，早上11点就看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协助竞选的时候被枪杀，早上11点我去看了，哇，新闻就爆出来，遇刺病危。不过过了11点5点的时候，哇，新闻出来了，安倍遇刺身亡。安倍晋三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他是一个美国高度评价的一位伟大远见的领导人，他是日本的首相，前首相。其实日本最近很多首相一直换了一年，一年多就换了一个，一年多一换，只有安倍他做了2届，也做了相当长的这个首相，所以当时他在日本算是一个很出名的，全世界就好像刚才这里说，美国都说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这个领导人。不过当他退下来的时候，他帮助去这个助选的时候就被枪杀，当时的报纸就大灯外摇，哇，他说他不是有一个贴身的女保镖，贴保护了，你看这个女保镖，他说0.2秒把枪枪击逮捕，这个真的是这个女子是他的贴身保镖，连这个安倍都讲啊，有他在我就放心了。他一个人头可以打胜了10个男孩子，我们来看他的一些的故事。
拥有清秀五官的他，过去就因外貌登上媒体版面，但真正让人称羡的是他的武功实力。34岁的石田萌美被称为带刺的玫瑰，身怀绝技，精通各种武术。18岁就取得剑道3段段位，不仅曾一打10撂倒壮汉，还能在0.2秒内拔枪，因此年纪轻轻就通过考核，担任过2任日本首相保镖。但他除了是多项武术高手外，外传石田萌美曾修习过即将失传的忍术技巧，可以用上百种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方式应对敌人，比仅是听半数男性还要。而他祖父跟父亲都是特警，巾帼不让须眉，他也成为优秀的女保镖，更是安倍晋三最信任的贴身腿部。那我可以说他有他在我旁边是可以放心了。那你知道当天他被枪杀啊，这个女子当然是很多人找不到这个女子在哪里，找不到，当然很多人在讨论。当然，最终这个日本的警戒的时候，这全部都是警察的数字，因为当时这个女子真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当然有人看到很多女子了，不过后来查出来不是她，所以从这个世界我们来思考反思这个诗篇121篇，人的保护跟神的保护。人的保护跟神的保护不一样，有一家的报纸，就是这个中国报，就登出来一个很大的新闻，看到吗？封面这个专栏，他就说，我们如果当时马来西亚，发生很多枪杀，所以他就特别登出来，他说，如果失去了治安安全，我们还有什么？明白是吗？如果我们失去了治安或是安全，我们还有什么？或是你每天要出去啊，你要带着你的武器放在城里面了。如果治安是这样的败坏，然后当时看到很多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里地方看到治安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地方、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安全，治安跟安全。我们来看安全。刚才这个姐妹出来就先什么沙龙，对不对？我们基督徒都在 greeting 的时候，我都叫沙龙平安，对不对？安全，安全是代表什么？有平安，有平安有什么？就有前途。所以当你说安全，其实就是讲到有平安就有前途。我们感谢主，我们每次都greeting 的时候，我们都说平安平安。其实平安 peace 这个字，就是有人形容是有神的同在，就是平安，对不对？有平安就有前途。反过来如果没有平安，什么？没有前途对不对所以记得平安，有平安就有前途没有平安就没有前途。而马来西亚的状况当年我们知道看到很多那些的掠夺案抢夺案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在2021年1月19号的时候，有一个华人的女子汉阿伯本达的这个盗匪仍然造枪
不过还好啊，半个小时后，这个盗匪被警察抓到了。哦，这也给我看到，失去了治安或是安全，我们拥有再多的财富、健康、民主，又能如何？还有什么用？对不对啊？一个国家，我们的社区最重要是治安要好，就是安全。如果不安全的时候，是不是每次改次我们要出去，车要带着一些的武器，好吧？如果是不安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讲说，这里说到这里如果你看这个诗篇180篇，它前面一个字上行之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吗？上行之诗，什么是上行之诗？其实在诗篇里面诗篇120篇到134篇都写作上行之诗。什么意思？明白吗？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说以色列们他们每一年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他们都要唱的诗歌，上行，然后用他们到这个一年的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他们都会找这个120到134上行之诗，他们来宣告，他们乃是来用这个诗篇，其中一个像今天我们用是121篇，来宣告怎样？宣告是上帝的保护使他们平安到达圣殿，来回的平安。如果你看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吗？就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从耶路撒冷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这个耶利哥时候，半路不是给那些强盗打抢啊，对不对？抢到的东西，耶稣所讲的，后来好撒玛利亚满足，对不对？所以给我们看到当时这条路从这个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条路其实是很不安全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次到圣殿的时候，去朝圣的时候，他们都会念或是唱这个上行之诗，其中一个120到134，所以这些120到134这些诗都是上行之诗，就是当我们要到他们要到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歌来彼此的来唱，来是来宣告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还保护我们平安的到达圣殿。Amen。 所以记得你需要是保护这里120到134的诗篇。当然鼓励今天你们念这个，记得121篇，大家如果会唱那个赞美诗之前的歌，应该会有我的帮助从造天神来，这个赞美之前大家应该会唱过，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时常都用这些的诗篇来宣告上帝的保护。所以我们来看这诗篇121篇到底圣经讲的什么。这里讲到上帝三方面的保护，第一个他是讲到帮助跟保护的源头，第二是讲到上帝保护的范围，然后第三是讲到不受时空限制的保护。诗篇121篇，今天与大家思考三个信息。第一个就是帮助跟保护的源头，第二就是保护的范围，第三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保护。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的耶和华来。这是第一和第二节。第二节到底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帮助保护的源头。
我们知道我们的保护的源头不是从世界来的，为什么？因为世界在改变，特别今天的世界真的是每天看到很多诈骗案，对不对？啊，特别我看到每天都有工作做，我那里去工作做，那里知道说工作做，看一下后面啊，我越难的。如果你跟过去，可能变成一个卖猪仔。所以这个世界哦，不是我们的保护的源头，因为世界会改变啊。第二，不是从世人而来的，因为世人都会改变，对不对？好吧，特别是那些诈骗的，好吧，跟你讲得好好，不过当你跟过去的时候变成卖猪仔，好吧。我们的前首相纳吉在2017年11月，他在误统大会他就宣告，当时哇，他在误统大会他就宣告，国政家执政马来西亚1000年了，啊，对不对？你看到吗？纳吉豪言，只要党员士气高昂，误统能执政1000年了。Saya yakin dan penuh percaya bahwa Allah akan terus marah dan segar untuk hidup pemimpin bukan sekadar 30 tahun mendatang, malah insya Allah bagi tempoh 1000 tahun.看到吗？我们首相在2017年10月，他就宣告我们要 国政要啊执政1000年，但是只是短短的哦，多少年了？2018年不到半年而已哦，啊，不到半年，519的时候，这个全民的海啸啊，这个国政就倒台了，只是不到半年哦，他说要执政1000年了，不过不到半年就倒台了。啊，我看到这个西门就啊改朝换代，后来纳吉讲了，纳吉，哦，在8月23号，2022年就入狱12年，对不对？当然，现在最近很流行的是他被啊讲赦免到1判6年，不过还要做6年的嘛，啊，他本来说哇，我这样。执政1000年了，不过那也直到半年之后就倒了。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啊，世界不是我们的保护的源头，世人也不是我们保护的源头。所以不是以万物和造物主为靠山。当我们讲到靠山的时候，我们想到靠山就想到什么？一定有钱的、有权的人物或是团体，对不对？哦，靠山。不过有一句话说到，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倒。一样的，政府都会倒啊，就像我们的国家啊，他可能1000年不半年就倒了，啊，所以给我们看到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第二节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这是讲到这个诗人，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帮助和保护的源头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世界，不是世人，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为什么？诗人看见山后的创造者。当我们每天看到外面的这个山、这个海，我们是否没想到这些山海的后面的创造者？这个诗人就讲到，他们的帮助、他们的保护是造天的、造天地的耶和华。就像刚才这个，我们看到靠人，最后啊被抢杀的都不知道。哦，他可以说我放任于他在，不过那里知道被杀的时候都不知道。有听过这个吗？芙蓉有六间的这个2019年9月20号，芙蓉六间餐馆被令关闭14天。
啊，一般上我们都会想到这个被关闭，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其实看到吗？不服卫生标准六餐馆被另管十四天。一般上我们被芙蓉，我们听到人家被关的时候，卫生机关，我们一定想到是可能是妈妈档啊什么。其实以前是著名华人的餐厅，在这边附近，你听过吗？被关的，在这边附近，其中一点被关。为什么他们被关？他发现厨房很多的老鼠屎。他们这些官员来看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老鼠，他们没有看到老鼠，不，他们看到老鼠屎，明白是吗？当你发现老鼠屎，就知道有老鼠的出门。就像这个死人一样，当他看到是山，这个海创造宇宙，他就知道一个创造者。一样的，写着一个著名的这个雪糕店哦，发现老鼠屎，老鼠屎就是老鼠留下的痕迹。所以当你早上一开门看到有一个椅子在你的门口，你一定会问什么？哎，怎么会忽然变出来的？不可能，你一定问谁放的，对不对？一定有人放出来的。一样，当你看到，当他看到这个老鼠屎的时候，他知道就老鼠来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老鼠屎是老鼠的这个痕迹。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哦。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诸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这些经文，你当你向朋友还没有信主，你可以跟他讲，其实所造之物，看到，当我看到这海，看到这山，任何的东西，太阳、星星，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痕迹。如果你不相信，你说那个卫生官员看到这个老鼠屎就叫你关掉，为什么？看到老鼠屎就知道老鼠来。一样的，当你看到这个外面世界的这些山海、太阳什么，我们知道这一种是上帝的痕迹。所以我们就感谢主，这个诗人他就说，他的帮助和保护的源头是上帝，是创造这个山的背后的创造者。这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诗篇一百十篇。第二，保护的范围，保护的范围，我们看这个这个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哦，你看到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会看到帮助。帮助，帮助，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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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短短的八节，短短的八这个节经文，却出现了两个帮助，六次的保护。所以给我们看到上帝的保护的范围，它有三方面的保护。这里第三节他说，他并不叫你的脚摇动。刚才第三节，他并不叫你的脚摇动，是代表说上帝是带领跟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在引导着我们。上帝在引导我们，可能怕我们走错了，他在引导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第五节，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就是说上帝在保护你周遭的环境，周遭的环境，我最近真的遇到两次上帝的保护。等一下最后一次我讲我的见证，如果不是上帝的保护，我根本不在这里了。所以就像第五节，上帝在你的右边荫庇你，上帝在周围的保护，然后第七节，免受一切的灾害，还要保护你的性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保护。
性命是最宝贵的，对不对？啊，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所以看到上帝保护的范围是什么？上帝的保护范围，刚才讲，他引领了我们，保护我们为，还有包括我们最重要的生命。所以上帝保护的范围是什么？啊，最好的一句话，广东话叫什么？很很不让明白是啊，啊，很不让的意思就是通通全部大事小事。所以诗篇一八四一篇，因为看到上帝的保护的范围是很不让啊，最好的很不让啊，本来不是我很啊，通通全部大事小事，上帝的保护啊。第二个啊，第三个。哎，这个啊，这个、对不起，我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啊，在几年前台湾，就是2017年台湾就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哦，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发什么事啊？转弯的时候反掉，哦，闪花团国道翻车32死，啊，为什么？快速冲落旁啊旁坡，与司机打盹，司机打盹，啊，就是一下子睡觉去，啊，他的。他的女儿就说，他后来要死到38，他的女儿就控诉他说，我的父亲哦，从初一到15嘛，每天都加班，因为新年嘛，好生意嘛，所以从过年上班到昨天，那一直到了年15啊16啊，因为太累的缘故，所以翻车，死了30多个人啊。所以给我看到我们人，我们都会累的，我们都会打盹。我感谢主，今天121篇第三第四节，先给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到，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世界的人都会打盹，都会累。我感谢主，诗人诗篇21篇，他却说到我们的上帝是不打盹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宝贵的意思，上帝永远不打盹的，啊，阿门吗？阿门，啊，然后第三个，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这里想到什么？这里是给我看到不受时空限制的保护，是永永远远的，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哦，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就看到，没有人永远陪在你身边，但神可以，没有人能够保护，而永远保护在你，不过神可以，就像这个诗人所说的。他的保护是不受到空间的限制，哦，人的保护有时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对不对啊？哦，我们人会老啊，我们人时间也会累啊，老啊。就像我们的前这个首相敦马就说：“我年纪大了，在赶时间。”他94岁，他就做了首相。他就说他老了，其实当时他是一个世界上最年长的首相哦。当他讲这句的时候啊，哇，刚好那个有人就叫他赶快退下来啦，给这个安华接棒，对不对啊？当时美在吵着，那你知道他死都不要，他死都不要，我要做到3年，对不对啊？啊，即使给他再做，不过那你知道啊，后来死还真正面，
啊，喜来登政变明白是吗？2022年喜来登政变就在喜来登河掉了，马来西亚政变，然后我们就看到西向出来了。好，即使我们的敦马，如果他给他最近上次大选他都去选了，他希望能够重选能够做首相。如果他能够做首相，应该98岁做首相。有人说啊，如果给他做98岁做首相了，做到给他100岁了，再长命101岁没了吧？对不对？所以给我们看到人的保护是受到时间的控制，时间的限制的。好，人的时间给你活到100岁了，101岁最多。好，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保护有时受到空间的限制。好，所以有一位上海的官员，他就对他朋友说：“如果在上海你发生什么事，不必担心的。这是我管辖的地方，我可以提供保护。不过如果离开了上海，我就不能做什么。明白是吗？就是说这个人他受到空间的限制，对不对？空间的限制。我们知道这个201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发生一个大件事。”就是那个金正恩被那个金正男，金正恩这样的哥哥啊，他金正男在机场是被暗杀，对不对？那两个女子，一个是越南妹，一个是印尼人，我用那个捕捉上来，我当时大吃惊。有人就后来调查，为什么在马来西亚，一来马来西亚就被杀？其实他一路来在澳门哦，这个金正男在澳门，他有那个中国的特工队看过。不过当你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特工队跟着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工队都受到空间的限制。我们人多厉害，都受到空间的限制。世界上最强的保镖就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的保镖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最厉害的，对不对？像这个他是一个假手嘛，你看他出游的时候，哇，大阵仗的美国的总统。虽然美国总统他的保镖是世界上最强的，不过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被枪杀被刺杀的这里其实到现在有48位，这个48位里面有差不多有9位曾经被枪杀过。9位被枪杀过，当然不是全部死了，被枪杀有一些救回来，有一些不，后来4位就被枪杀。即使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总统保镖，不过还是保护不了。世界上最厉害的保镖都保护不了，然后4位都被枪杀。所以我们来思考，来思想，人的保护跟神的保护，人的保护是有限的，是受到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即使最厉害的美国的总统保镖，研究发现他的保镖只能够保护48%。世界上最厉害的保镖，美国只能保护48%。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有4位的，其实有9位被枪杀，不过后来有一些救过，不死的4位。世界上最厉害的保镖只能够保护48%。上帝的保护却是没有时间空间。刚才这里借经文所说，上帝的保护是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上帝的保护。就像刚才这个，即使有他这个安倍，他说他的保镖是多厉害很放心，不过他最终还是被枪杀。
失去了治安安全，我们拥有再多的财富、健康、民主又人和，还有什么用？所以很重要的，治安安全是最重要的。感谢主，今天与你们分享三个，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帮助跟保护的源头，还有上帝是保护的范围是很棒的，然后他是不受时间空间的保护，就像诗人所说的，阿门。最后我以这个我的见证啊，上帝的保护来大家分享啊，那是在2023年3月25日，当时的我刚好是要从这弯道到林地这条路，刚好差不多9点下毛毛雨，所以我就驾车驾从这边驾去，要转弯的时候，我后来我发现我的车根本是 skip 了，那个 steering 啊控制不到了，整个车好像飞掉了，明白吗？飞掉，我看到这个车镜子啊已经要撞进那个墙壁了，真的不知道谁能够喊主而已，不知道讲座了。说时迟，看到这个车真的是，只看到镜子，这个车已经将要撞进山了。我哪里知道一下子转弯嘞？我不知道 Stanley 是一个模式，他转弯了，跟着那个山这样转了，他转回来哦，后来停下来，停在这边了。我从这边上，这边去嘛。应该要穿个伞，然后让这个飞过来，回来这边了，明白吗？这边气哦，它这样子停在这边了，停在这边，所以我的想法应该是，如果有 video 拍下来，应该有一个神的手这样放过来，停在这边了，停在中间的时候，感谢主没有车，后来我就停下来。看一下后面有辆大楼来了，在这边，所以我就开始 dash 一下可以 stop 了，感谢主还可以 stop 要赶快跑去旁边那楼里往外面跑去，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手拿过来的，如果是没有，应该这个车是撞进墙壁了，那怎样事情发生就不知道了。我感谢主神，神的手放下来，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神的保护是刚才讲说很不让的，而神的保护是永永远远的，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人都是有。就像刚才那个女子多厉害啊，安倍需要保护的时候不在，因为人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不神是这个世界，所以我要荣耀归给神，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谢谢神，没有人永远陪在你身边，但神可以，没有人保护，永远保护在你身边，但神可以，阿门。这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从诗篇121篇诗人的见证，主啊，我们要感恩，我们看到主你的保护。你是保护的源头，你是万物保护的源头，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的保护是主啊，是范围是很宽的，不管大事小事你都看顾，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保护是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即使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美国总统的最厉害的保镖，有研究发现他们最多只能够保护40%。我感谢主，我们就像诗人一样的，主啊，让我们就像诗人，他们到这个圣殿朝圣的时候，他们都用这诗篇来宣告上帝的保护，上帝的看顾他们能够平安的来回。谢谢你一样的，主啊，让你今天的话语能够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凡事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阿门。